国立交通大学及国立中央大学请建筑师检督处进行检督。接下来请亚洲大学出场。好，接下来上场的就是亚洲大学了。亚洲大学准备要开始了。我们用了 ASIA Asia 代表亚洲大学。ASIA 亚洲大学。接下来音乐的部分，连续两个 toe touch， 接前跨栏，左右侧，横翻的部分，左侧翻，侧翻内转，后空翻，左底层的部分做了五组的伸接延伸，接拔腿，可能侧面接我们的 air base， 阿拉伯字的动作用的是正常的 cradle 下法，啊，比较可惜在金字塔的部分立肩发生了失误，原本要做三组，然后结果只有两组的呈现。接下来是五组的空抛，好的动作是五组的分腿跳，就是我们 toe touch 动作，再接我们五组的躯体跳，就是我们的 pike。接下来金字塔的部分。比较可惜哦，在右边一样发生了失误，这边是我们的跨座的弯弯弯动作，两组加上中间的一个223金字塔。接下来是舞蹈的展现，啊，这支年轻的队伍其实在精神上的展现还是非常的好哦。一样在立肩的部分发生了一点点的失误，弯弯度金字塔发生了一点失误。